今日嘅天氣好啊，好鬼熱啊！呢啲如果買花園，其實私隱度唔算特別高，天台會好少少。當然最好咧就買多啲大平層，因為大平層就真係相當靚嘅，望出去就一覽無際嘅吐露港海景。相對而言，我覺得嗰啲大平層比嗰啲獨棟複式兩層嗰啲更值得買。你見到成個社區好悠閒，有單車徑、緩跑徑，後面就科學園，有啲科技公司或者科技公司嘅老闆喺嗰邊咯。海濱附近都有啲餐廳，我哋可以行過去望下。我哋攝個位過去。即系我哋回望翻转头，你睇下教屋呢度咁样直望全海景，舒服就一定舒服。除咗冇个大型商场，其他都 OK。铁路嗰边十年后或者十五年后或者会有个叫白石角站，但系呢样嘢暂时系冇嘅。最主要买个环境景观户型大少少，呢度就近中大，翻中大都几方便。正常喺呢度生活就有啲 van 仔出翻去大学站。或者沙田的第一城都 OK 的，咁其他嘢冇乜特别。今日嘅节目就系咁多，拜拜。